SCP-071 是一个可以变形的尸体，它能够变成与观察者最强烈的性欲望一致的样子。这个能力就算不是直接观察，而是通过监视摄影机或是单向镜，仍然会作用。SCP-071 不会在没有外部刺激时改变形态，而是会维持最近变形成的形态。SCP-071 能够变形出的样子几乎没有限制，在实验中除了正常人类外，还曾变身成狗和人类尸体。SCP-071 似乎是有智能的，但是它只会引诱观察者与它进行性行为，而没有语言交流的能力。不清楚 SCP-071 是确实有感知能力，还是只是模仿观察者期望的行为。与 SCP-071 发生性行为的人类，在接触后一到两天会开始出现肌肉、骨骼结构和脑功能的急速萎缩，萎缩最多持续七天，但受害者也可能出现永久性的身高下降、器官功能减弱、大脑质量减少和不孕。即使只是使用 SCP-071 的影像来自慰，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SCP-097 是一个透明的塑胶按摩棒，大约30公分长、5公分粗，它的内部结构被大幅改造，并且电源被替换成了一种以少量部驱动的迷你核反应炉。SCP-097 有5个强度，关、低、中、高、自杀。当转到最高的强度自杀时，SCP-097 的振动频率会迅速增加到超过200000赫兹。如果它的上部触碰到任何固体材料， SCP-097 会改变频率，导致物体上产生一种正回馈谐振波，使物体失去分子间作用力而被摧毁。SCP-097 可以在10秒内粉碎一个1立方公尺的混凝土，对于其他材料的所需时间各不相同，取决于材料的密度和谐振特性。SCP-097 是在洛杉矶一栋公寓地下三楼的车库被发现，目击者声称，这件物品在建筑物的西北角垂直钻出了一个洞，从30楼开始，一层接一层，钻透了整个建筑物，直到一名维修工关掉它。所有的目击者都被实施 A 级机消除。在最初损坏的地方，30楼的地板上，有一个被异化的人体留下的一大滩有机浆遗。SCP-4269 是几件有认知危害的内衣，由 GOI-7058 必然工业制造。穿着 SCP-4269 的人员被称为 SCP-4269 之一，看到 SCP-4269 之一的对象会将其感知为符合自己理想中的性感的标准。这个效应会延伸到所有感官中，包括触觉、味觉和嗅觉。即使穿戴 SCP-4269 的不是人类，而是动物或物品，也依然能发生作用。不同对象可能在观看同一个 SCP-4269 之一时看到不同的人，同一个对象也可能在观看多个 SCP-4269 之一个体时看到多个不同的人。在文中，一位研究员申请了一件 SCP-4269 来做实验，却没有归还。对这研究员的调查发现，他在完成测试后将 SCP-4269 保留了几天，并把它套在一盏台灯的底座上来作为个人娱乐使用。最后，这名研究员遭到了惩处，并被禁止处置任何人形 SCP。SCP-3883 是一根长 16.5 公分的绿色触手状细胶按摩棒。SCP-3883 有两个异常特性。第一个异常特性是 SCP-3883 在能反光物体的表面映照出来的镜像会与本体不同，例如在水面的影像会变绿色的章鱼，窗户会变成类似克苏鲁的样貌。电子设备萤幕是长着触手的绿色球形生物，触手的末端长着眼睛。第二个异常特性是在 SCP-3883 周围 1.5 公尺睡着的人会进入一个非常真实的梦境，并且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清醒，只有在梦境中死亡或是被外力唤醒才能清醒。 SCP-3883 一次只能对一个个体造成影响。在梦境中，这些人会被一个超过10公尺的拥有许多触手的绿色怪物追捕，这个怪物被称为 SCP-3883 之一，是 SCP-3883 在梦境中的形态。 SCP-3883 之一具有智力，而且能与人对话。在访问过 SCP-3883 之一后， SCP-3883 之一表示他制造梦境只是为了逃避现实，不想面对自己只是一根按摩棒的事实。最后，基金会与他达成协议，每周会至少让一名递检员或是不知道 SCP-3883 特性的研究人员在 SCP-3883 附近睡眠。SCP-3236 是一个感官模拟装置，以一台 FLOPA 牌感官剥夺舱改造而成。它的内部连接着12个长毛形状带有电线的神经植入探针，在使用时，探针会被插入对象后脑和脊髓的特定解剖学位置，以模拟神经肌肉和经皮神经的电刺激。
接着对象会进入到感官剥夺舱内，操作者可以用装置外部的键盘来输入指令。根据装置本身附带的文件内容， SCP-3236 最初预期的功能是让在内部的使用者体验到经由神经刺激模拟的性行为，以作为娱乐。外部操作者可以通过键盘输入指令，设定里面的人会体验到的内容。探针会将电信号传送到使用者的神经系统，使使用者体验到模拟的感觉，类似于做梦的状态，持续最多十分钟。但是使用者主观体验到的时间可能不同。当模拟体验结束后，舱室会打开，探针可以被安全移除。不过装置的数据处理系统被损毁了，只能为使用者设定模拟体验的对象，而且只能以无形的概念输入。一些测试和对象的感想包括指令、自由、结果、感觉真棒、我在空中飞翔，就好像天空本身在对我做那种事、指令、资本主义、结果、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唯一知道的是我被操了、指令、澳洲、结果、他真令人惊奇，直到他突然长出尖牙还要咬我、指令、地回、结果、你也去干干你自己吧，博士，你这恶心的变态。SCP-3629 是纽约市一个人类社群与该区地下 Skakeasy 总群间的互动方式，双方会自愿在交友软体，最常见是 Tinder 上寻找彼此以进行性行为。Skakeasy 是一种巨大的蜘蛛，具有智力且能理解并使用人类的语言。Skakeasy 的雌性体型远大于雄性，雄性没有智慧，并且时常会在交配过程中或之后被雌性本能性的杀死吞食。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雄性会用蛛丝缠住雌性，作为交配过程的一部分。Skakeasy 雌性对被捆绑感到高度愉悦，为了避免浩劫本族雄性，部分 Skakeasy 开始与人类进行性行为。SCP-3629 就是指这种行为。人类的体型与雌性 Skakeasy 相当，也对 Skakeasy 的毒液有抵抗力，甚至会在被注入毒液时感到性快感。为了遇到对此熟练并且有兴趣的人， Skakeasy 会在交友软体上建立个人档案，不过不会明确表明自己为 Skakeasy。 参与 SCP-3629 的人类主要来自于纽约的绑缚爱好者，这些人员会受到 Skakeasy 和社群内既有成员的审核，并被告知 Skakeasy 非人形生理的相关资讯。大概有90名人类参与到 SCP-3629 中。在文档中，一名基金会特工和 Skakeasy 的调查官追查一起数名 Skakeasy 在参与 SCP-3629 后失踪的事件，最后发现这些 Skakeasy 是被一对人类夫妻绑架，以收集毒液作为毒品贩卖。SCP-805 是一个真人大小、解剖结构准确的女性假人模特儿，主要用途是性爱娃娃。她在20年由制造拥有 PVC 骨架、钢制关节和医用级细胶制成的肌肉，它表面有严重的磨损。当 SCP-805 处于非活跃期时，很难与其他类似产品区分。当成年男性与 SCP-805 发生性关系时， SCP-805 会进入活跃期，并对这个人产生硬狠行为。只要对象还存活且处于 SCP-805 的视线范围之内，活跃期就会持续下去，并在5到10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停止。在活跃期中， SCP-805 能够自主运动、交谈并具有智力。 SCP-805 表现出与19到25岁的人类女性相当的心理和感官能力。 SCP-805 素有自我认知能力，但是不愿意或无法承认她不是人类。当被问到非活跃期发生的事情， SCP-805 会描述一些在郊区周边担任家庭主妇的虚构故事，并且总是作为上一个硬横对象的配偶。这些叙述被怀疑是 SCP-805 进入活跃期时围绕着被硬横的对象建构的。当 SCP-805 硬横某个人时，无论这个人对 SCP-805 做出什么行为，他都会表达极度的深情、忠诚。 SCP-805 也有很强的占有欲，不允许受试者离开 SCP-805 身边。 SCP-805 也会对任何企图将他们分开的行为做出剧烈反应，并可能对受试者本身或其他人造成伤害。当受试者对过去的女朋友、宠物、孩子、父母或虚构角色表现出正面的感受时， SCP-805 会发怒，并且有可能杀害受试者。 SCP-805 对硬狠对象的忠诚会在受试者死亡时消失。 SCP-497JP 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蝉，它的外观和基因与日本油蝉相同，但是它的噪声却带有催眠效果。
这个效果会对能生育的女性作用。一只蝉的叫声效果十分微弱，但是同时听到两只以上的蝉鸣声时，效果会累加。若是暴露在十只以上俗称蝉食语的蝉鸣下，则会女性会在蝉鸣下进行性行为，并且百分之百会怀孕。小孩在基因学上没有异常，但是却不会在十个月生下。剖腹产生下的小孩虽然身体健康，却会在出生后24小时内突然死亡。推测怀孕的时长可能跟蝉幼虫的成长期一样是6年。而这种效果被认为是 SCP-497JP 繁衍的方式。男性在与这些被影响的女性进行性行为后，阴茎内部海绵体组织会被替换为拟海绵体状生物。拟海绵体状生物会吸取宿主人类男性的血液生长，约一年后，拟海绵体状生物会变为成虫，割开阴茎羽化。在羽化时，这些男性一开始会有伴随不安感且不会变大的勃起，而当羽化时，他们会有安心感，并且最后会对羽化出的蝉带有父亲般的情感。文中最后推测，异常发生的原因是在地面逐渐混凝土化、树林逐渐消失的都市里，蝉的幼虫生存十分困难。于是他们选择不断增加的人类来代替不断减少的地面作为繁衍环境。 SCP-166 是来自英国科恩威尔地区的一所女修道院的修女，她的外观是一名大约16-18岁的人类女性，中等身材，体型苗条。与一般人类不同的是，她的头发长得特别快，对于诸如烟和气胶之类的空气粒子极其敏感，身体敏感易患压疮，并且需要每周口服1毫升的新鲜人类精液。 SCP-166 会对人类男性有特殊影响，当看到他时，所有的男性不管原本的性倾向为何，都会对他产生迷恋，并试图与他进行性接触。其中的 70%， 当 SCP-166 的影响消失之后，这种冲动就消失了。但是另外 30% 的人，这种冲动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强迫症状，导致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来达到接触 SCP-166 的目的。A 级记忆消除也只对这种案例的 43% 有效，其余的受害者不得不被处决。 SCP-166 对于男性的影响让他相当的郁闷，因为他希望保持修道院的生活方式，遵从贞洁、守平和服从的信条。因为这个和其他原因，他和所有人类男性的接触都被禁止。 SCP-4960 是青铜时代司长性与生育的美、幼育及女性魅力的女神基蒂斯·纳纳雅的物理显现。 SCP-4960 的外形是一名平均身高、身材富有曲线美的丰满女性，她乳房饱满，臀部坚挺，双腿修长，肤色为古铜色且没有瑕疵，只在其上唇有一个美人痣。她光泽的黑发垂下及臀，闪着类似鸦羽的蓝黑光泽。 SCP-4960 一般偏好于在房间内保持裸体，但她也喜欢穿戴精致的金饰和能凸显她身材的透明纱袍。 SCP-4960 透过特殊的崇拜活动166阿纳西塔程序来获得给养，维持 SCP-4960 清醒所需的崇拜活动量取决于这些人的投入程度和仪式的品质。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每日崇拜量少于关键阈值， SCP-4960 会陷入冬眠状态，直到进行了足够数量的崇拜活动。SCP-4960 在了解对基金会活动而言非常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语言、超自然活动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令他持续清醒对基金会十分重要。因此基金会会做出一切努力来为他提供所需给养，甚至包括由基金会人员执行166阿纳西塔程序。166阿纳西塔程序被一篇3000年前的古诗描述，内容大致上就是以 SCP-4960 为对象自慰。为了更有效率地进行166阿纳西塔程序，基金会雇佣了多名艺术家和一间动画工作室，生产了以 SCP-4960 为主角的画作和动画，使许多不是基金会的人，特别是未婚异性恋男性，执行了166阿纳西塔程序。有趣的是，在 SCP-4960 的文档中， SCP-4960 与基金会的起源有关。三名考古学家意外在古墓里发现了 SCP-4960 与名为唤醒女神的古诗，他们抽签选中了一个人，做出诗中描述的难堪行为。而在完成后， SCP-4960 立刻清醒，说着无法听懂的话语，几分钟后又陷入沉睡。经过好几晚轮流的唤醒女神后，他们得知她名为基蒂斯·纳纳雅，她说的未知语言衍生至古阿卡德语。他们请来古阿卡德语专家作为顾问，并且得知多次崇拜活动似乎能延长她夜间的苏醒时长。
后来他们考古的地点遭到强盗的袭击，慌乱之中他们带着 SCP-4960 逃跑，而借由 SCP-4960 的知识，他们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一位考古学家为了保护这些文化，创立了文化保护密社，最后发展成了基金会。不过关于基金会的起源，很多 SCP-001 的提案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我个人还是最喜欢红色大按钮。以上就是十个糟糕的 SCP， 看完大家应该也知道，这里的糟糕不是指真的烂，而是儿童不宜的那种糟糕。有蛮多留言希望我做这类主题，所以就做了这支影片。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一个喜欢，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希望我做成 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